现在我要解说的是医生。首先，我们360气球做两个八熊耳结，再做一个15，一个三熊耳结。接着，我们做仪器50，两个熊耳结50，然后做它的尾巴36，一个熊耳结36。做连接和这个三熊耳结做连接，接着我们做它的背部，先做连接，做一个六，然后连接在三熊耳结上面，再拉线下来，连接在熊耳结。接着我们做它的背鳍，背鳍做一个六，一个八，有弧度。连接在熊耳结上，最后我们准备一条咖啡色、稍微充气的气球，把它做两个三角形，连接好。可爱的医生完成。